Chico.模式已关闭。 大家好，我是独立游戏开发者队小何。
玩家的攻击距离、攻击强度是存在着正比关系的。更合理的受创效果，我们可以清楚地看到目标在连续拳的锤击下，身体逐步崩解的过程，甚至最后的蓄力重击直接轰碎了目标的上半身，而大肠脱离腹腔飞了出去。血渍对主角的影响，随着战斗的持续，主角的躯体和武器都会逐渐沾满血渍，当然时间和雨水会慢慢带走这些血污。更细腻的断肢效果，当一段躯体被暴力肢解时，效果分成了多个层次，这其中包括肢体断裂处的小型血柱喷射，受创瞬间的呈现雾气状的细腻血雾喷洒，肢体断裂后产生的粘稠状血浆抛洒，抛洒后的血浆在落地后产生对应形状的血污痕迹，肢体断口处产生的对应骨节，断口处皮肤产生的血渍污痕，肢体断裂产生的肌肉碎片脱离，颅骨碎片产生的脑组织抛离，腹部破损抛洒处的肠道和脏器，各种断裂部位碰撞环境时产生的撞击血痕。当然，所有脏器组织在建模时我都内建了骨骼，以确保其在落地后能产生 Q 弹可人的质感。最后血液颜色，我采用了现实中并不存在的红色，我将这种个人原创的血液颜色命名为幻想红，我用其替代了现实灰、真实蓝和英雄彩这三种人类常见的血液颜色。